早上好，小乖乖。罐头吃啊，快点快点，还有一颗，快点，是不是一起吃嘛。小明，看每次七月吃你就不吃了，你先让他吃，是不是？七月，你吃完了让哥哥吃，听到没有？你也不吃了，你也不吃了，罐头都不吃了。我上班去了啊，我上班去了啊，我上班去了，我要出门了啊。